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那么今天是教师节，内道佛教的主要的导师就是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界上所有的导师当中，对于佛教徒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当然在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有各自的临近导师，都有他们的教主。凡是信仰宗教者，他们都有自己所尊奉的、所信仰的临近导师。对于他们的创教的教主，往下的代代的导师师长们都应当要加以意念，各自的信仰者都应该对他们加以意念，去意念他们的功德。这是宗教徒的角度所应该做的。
北方的切过去要来这里，他是他叫切了这里，你咋不认得他？说你光能到那么的拉手，他是切了这里，没真正的地方切了这里，中国要来，这些这些没落的，没住的人，你咋不拉手的？是计划的，计划只要他们这个他说，啥地方他马上把他拉过来，中国要来，还让等啥把他这个大处的人。这上面就说是电瓶特别对吧？以前呢，那塑料瓶把接过来搞一大车，我那个上面没怎么用，那个汤钱都完全他吧，用的就是金子吧，嗯，根本接不到来子。所以应当要了解师长的重要性。假使没有师长，即使我们获得了人生报，也会犯下许多的错误。在生活方式各个方面都会不知所措，比方说立身处世，种种待人接物的行为，乃至于我们营生养活的方式，都可能会有很大的错误，而导致许多的痛苦。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行为的准则、处事的方法，或者是许多的科学知识的学问，都仰赖着老师，这是从世间人常的角度来说的。那么如果从出世间的角度，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导师的角色就更加的深远了。他作为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的生生世世的引导者，所以他的意义是更加的重要的。所以应当要了解老师他的价值，以及要意念老师的恩德，懂得意念师恩，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如同上午所说的，如此一来才能将上师的功德融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自己拥有如此的功德。嗯，当时我那个住一个，也不知道那个居民在哪里，哪里东西是要的，顶棚当顶棚破空的桌子，从这里拿我所有的当地。那么我们请诸位法友看到十二页的上方，我们现在来探讨十二页的第一句。我们来探讨的是我执的过患，我执的缺点。我看到第一句讲到了牢固我执，厉鬼住于内。你呢被你碰到你，我怎么知道哪有去把这个错就是你那么在这个等于，让人受教就是大爱，可是大爱吧，杂七八糟的，让人那么在这个受教就是，让人受教就是大爱，人让最大的受教结巴了呢，眼睛在穿马戏呢，大家不是在工人的工具吧，你往家里等，东西小点不要买。大就别这玩意儿，大你那么大事儿就麻烦了。大就别这玩意儿，你都把他们怕都把他们穿都把他们不要了。对不对？对对，啥意思？大你那么大事儿，一点一点的去接纳，真真辛苦嘞。哎，这个南京的这个他们啥就是呢？大的一级上过嘞，这都没去。大你那么大事儿，中国现在呢？咱们这个家看他们些呢，他们家上这个老外这里，我们大姨那么大岁数，家看他们送他吧，忙了自己往前送，送自己不吃不了嘞。那这是蛮辛苦，一下就几件事嘞，这种做我就大家没办法吃了，我这个忙的都没用，得苦死个吧嘞。南阳这里这个，当然嘛，我说的大姨那么大岁数送的这里，啊，送这里这里，人家我就带上我要的，大多今天你干嘛不趁着这年趁着要的，给你碰大的我说。在这边把我执譬喻成厉鬼，它是最终会带来灾祸的祸根所在，它就在我们的心中。这句话指的是这么一种意思。所以真正的祸害就是自我的观念，自我中心的观念。我们一生都在保护，都在保全的就是自我。有些人
这种态度比较强烈，他一辈子都汲汲营营的在守护着自我的概念，把自己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与此同时，假使不能够认识到其他友情的处境，只顾虑到自己，只以自己为中心的话，这实际上是一种缺乏智慧的表现。如果有智慧的人在看待人我关系的时候，看待自己跟他人的相处模式的时候，将会发现，假使我为了自己而去牺牲他人的利益，伤害了其他众生的话，则必然会受到他人其他众生的伤害，这样子的伤害性会反弹到自己身上来，如此就会因为造了恶负面的业，所以就感得不好的果报。具足智慧的人会看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从清净正法的角度而言，会看到怎么样怀着智慧来正确处理自己跟他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国家要能够安乐，必须要立基于自己跟他人拥有平等地位，人民为人民去谋求幸福快乐这个角度上去发展。如此一来，那么大众都可以享受安宁，就会有好的光景。假使说今天在经营国家的时候所盘算的都是一些政治考量，不去顾及人民所需的话，就会带来很多的灾祸。所以问题就在于是否能够察觉到根源，在于一切的根源在于我执，要从这个我执去下手，了解自己一切的痛苦都源于我执，它是最麻烦的问题。这就是他变成大地吃肉的地呢，大地这个做钱呢，你穷不了干净吃肉，吃肉吃肉难不了干净吃吧的，大做钱嘛吃不到大吃不厌的，好多味道家里也的，你到大了什么，吃的是多干净的，吃的有就多人吃呢，哦，说起来一种偏食动物，包括这个动物是多几百人的。哦，买那么空个账嘛，做空个账嘛，没账嘛，做这个确实多的呢，多了就穷了呢。如果你要对我买出个作业的呢，或者独家的，反正我就得浪嘞，反正这个钱得浪嘞，这些都去了的呢，当然嘛，不是我要的。大多数咱们这些农民，去了不等于又把人家的，咱们去了就把这个咱们生活性的人民的捞起来的呢，这你们捞彻底的去。要这样光顾的人他们去了让清晰地要告诉他去了快乐什么的就一直去教育我们这去了去了碰的人大作结对一切事情这样有用的一碰的人没在这里也一碰一让碰因为这是个杀虫生他是个什么成长的人一定要多碰的实际上这地方你有没有他干的那样哦来干也就打你切送切送卡不接了对吧要不然你没想到给你救了你这是他跟我就能给你住住我出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说我通了你大的人大的我就要不买也是从宗教灵性的角度来讲，宗教之间的冲突纠纷往往也是来自于自我中心，只考量到自己，所以在宗教跟宗教之间就产生了矛盾纠纷，认为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是重要的，他人的信仰就不值一提，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宗教之间需要透过研讨跟交流来改善的问题所在。那么就像是如果说今天只是我看到别人脸上的有什么样的瑕疵，别人看到我脸上有什么瑕疵，然后互相的指出这些问题，然后紧抓着这样的问题不放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更多的冲突。比方说宗教之间就是看到别人有这样子的缺点，就去指责人家的缺点。